刚才这个主要是负责 Global Comms 的坑。那 Global Comms 的坑，我们可以想象像是 WTO 的外交部，主要想要建立桥梁，跟国际上不同的组织接轨，学习他们的一些知识，然后在我们这边建立一些良好的关系，也把 WTO 做的一些实验跟学到的东西的经验，输出分享给国外的朋友，让他们知道，哎，台湾有这样的一个组织，在做这样有趣的事情，然后在Web3公开世界，可以很多有意义的关系跟交流。那我们在这几个月的时间，主要建立我们在社群、在社交媒体上面的一个一些 presence， 像是我们的 Twitter， 大家可以去 da0gdb.tw 去 follow。那我们同样有一个新的 Substack， 然后在上面发不少文章。那我们 Substack 也是 da0gdb.tw， 然后大家欢迎去订阅我们的一些部落格跟 follow 我们的 Twitter。那今天在之后，我们预计要上一些在区块市的节目底下出两个新的 podcast。第一个是由 Noah 主持的《零到乌托邦》，那这个 podcast 主要是在讲公共财跟 Web3 的一些交集，然后探讨更多未来发展的可能性，然后一些增进公共利益的实验跟社会服务，然后对，然后另外一个 podcast 会是关于 DAO， 然后会叫做《天国 DAO》，那会是由我来主持，然后也是跟 BGD 合作，DAO 组合作一起做了一个 podcast， 然后会主要是探讨关于 DAO 部分。那 DAO 像是 DAO 是什么，然后 DAO 怎么运作，然后 DAO 国际上有些不同的 DAO 有什么方法来达到他们的目标，为什么要用 DAO 的形式，遇到什么挑战，遇到什么困难，学到了什么，然后也主要是来探讨就是 DAO 这个东西的组织形式是不是真的是一个可行的一个东西，然后在台湾我们有什么可以参考或是尝试的一些场域或是案例。对，那有兴趣加入我们 Global Comms 的朋友们，不管是对于 Podcast 啊，对于社群啊，对于写作文章或是国际上资源的一些交流，都欢迎加入我们，谢谢。好，谢谢。那在动